用周末24小时去赣州吃赣南小炒和游宋城是一种怎样的体验？周五下班的时候，刷到好几个粉丝邀请我去赣州，我对赣州的了解仅限于赣南脐橙，我买一张票踏上了去往江西的旅途。来到赣州，第二天早上我起早去喝牛肉汤。师傅，您那个是不是在江西博物馆呢？江西博物馆。你们也喜欢出去旅游吗？我们去了21个省啊，小朋友也走过很多地方。您马上暑假是得出去玩了。对，我要去湖南巨子洲。很喜欢红色哦。因为我是党员嘛，党的路线嘛。干嘛？咱们也是发源地哦。是，赣州也是长征的起始地，红色故都嘛，革命的摇篮呢。你像江西、赣州人都比较淳朴，他何难来历？赣州占了江西省四分之一土地。我网上看过说比台湾省都大啊，大得很呢。下了车后，我找到了这一家瑞金牛肉汤。要一个牛肉汤，有什么推荐不？拌粉拌面。那就一个牛肉汤，一个拌粉吧。自己熬的辣椒。辣吗？辣，但是很香。看着也不辣。看着也不辣，你等一下吃辣你就知道。第一次来赣州是的。我们赣南小吃很多，是我们瑞金特色。老板给我烫了一个粉，看我外地来的，特意没给我加辣椒。看起来还蛮有食欲的哈。啊。这是瑞金牛肉汤，糊状的牛肉汤我倒是第一次见。这边是这样子加在牛肉汤的，这姜是这样抹下去的。哦，反过来。好，谢谢。您这个汤里面是有加了淀粉是吗？对对对，叫红酥的。特别有特色。牛肉汤口感顺滑，每一颗牛肉都 QQ 的。我喝着牛肉汤，又往拌粉里加了两勺辣椒。哦，好爽，这个辣。喝完牛肉汤，我又跑到老城区准备去吃一个烫皮。你要一份烫皮？这个有点像肠粉。这个是看起来像肠粉，跟米浆的。把鸡蛋和肉末打在米浆上，然后再抹匀，放在蒸锅里简单过一下，烫皮便成型了。一条一条的扒拉下来，是不是特治愈？这个汤是干嘛的呀？烫皮的口感有区别于肠粉，独特的料汁蘸一蘸，就别有一番风味。对了，阿姨家这个瓦罐汤也着实真的好喝。然后呀，我也开始了我今天的赣州古城之旅。在造二巷里走个鹅卵石，我透过一栋栋老建筑好奇的打量。爷爷，这里面你们都还住里面的造二巷？真的是这样的房子，它这个是一个天厅就等于是两套房哦，有厅，有厨房，有房住房。而入个市中心，我又看到了一排排的骑楼，看到了街中心的钟楼。这个话就是解放以后做起来的哦。这里原来就是赣州市的标志性建筑，58年建立，有历史了。是的，这挺好看的。是啊。在魏家大院里，我走进了客家文化，走进了这座客家的摇篮。特别喜欢客家人的文化，他们所有的信仰里面这两条都会在，就是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。而在旁边的赣州文庙里，没怎么修缮的木质结构就显得特别有历史感。走出文庙，在将近2点的时候，我来到了新民都吃小炒。还有吗？有，帮我推荐一下。大肠，来到这里就大肠小炒鱼。那就大肠小炒鱼。两个菜足够。两个菜，好。有没有可能我拍一下您制作的过程？可以。可以可以。啊。姐，你是不是下班了？你们准备？今天我一个叔叔请客，我们要过去吃个饭。好。给大家看看这赣南小炒两道名菜的制作方式。这是酸菜炒大肠，看着出锅的画面，我已经不自觉地开始咽口水。这是小炒鱼，先把鱼片过油炸一遍，然后加上各式各样的辣椒来回翻炒。我不必向你去形容它的味道，因为此刻但是看着这些画面，我相信你已经也不自觉地开始咽口水。江西菜的下饭程度远超我的预期，你看这一盆都是我吃掉的。下午的时候，天空逐渐放晴，来到江边的城墙上，我看到远处的浮桥，人来人往。人们为什么会想到用这种方式架桥呢？很久了，这个历史了有几百年了。有，你看我从小都在这里走这条桥到现在。千年前，人们用几百艘木船架成的宋代浮桥，至今人来人往。浮桥两边停着一排排的渔船，这是水上的集市。麻烦你。
最受不了你们叫靓仔。三，可以。不辛苦，不辛苦。我请你吃饭。这个河水你们能有吗？下游，我下游是吧？对，这是贡江。对，张江。哦。两江汇一就叫赣。哦。这是我们的母亲河。哇塞啊！赣江水悠悠啊。然后呀，坐在城楼下休息的时候，我听到了一阵口琴声，也很厉害。很轻松，那也靠这一首俘获了奶奶的心啊！是的，也可以这么说啊。大河波浪宽，我们家这个好，这个是啊，这是奶奶年轻的时候啊，对对对，21.5岁，21.5岁，80年正月初一，嗯。爷爷奶奶再见，拜拜拜拜。离开浮桥，我沿着城墙一路往上走，阳光照在城墙上，城墙映衬的白云，我仿佛走进了这半部的宋代史。走到八进台，我看到有对新人穿着古装在拍照，朝气蓬勃的小学生排着纵队在城墙上研究着铭文，而倘若你登上阁楼，你就便能看到张江和贡江，张江和贡江交汇，便形成了赣江。你看这赣州的赣，是不是也涵盖了张和贡？如果你穿过西京门，你便能来到玉姑台。辛弃疾曾在这里留下“玉姑台下清江水，中间多少行人泪”。嘿，朋友，谢谢你能看到这里。夕阳西下，我漫步在浮桥上，看着江水悠悠。这赣州的24小时，我恍若做了一场关于宋代的梦。如果有机会，欢迎你来一次赣州。我从未想过赣州会给我带来这么大的惊喜，我也从未想过这片能吃辣的土地上的人竟然如此的温柔和热情。这里是红色故都，更是客家摇篮，这里不仅有赣南脐橙，更是一座千年的宋城。